位于波兰著名的海滨旅游胜地索波特，有一栋像是被哈哈镜扭曲了的建筑，它的名字叫歪楼。我最爱的高迪看了都赞不绝口的建筑叫 Crooked House。歪楼本身是个商场，位于索波特商业街上。我们先看看它若正常时候的模样，再转个镜头看到它扭曲后的模样。房顶、墙壁、窗户、大门都是扭曲的，楼身呈扭曲的折肉形，看着就要倒塌了。而 Crooked House 呢，它最重要的还是它非常扭曲的状态，而这么一个状态让人看到好像来到童话世界一样。这栋歪楼商场被当地人称之为世界上最扭曲的房子，耗时5年，投资了2亿。商场里头有咖啡厅、快餐厅和游戏厅，还有画廊和能够举办音乐会的礼堂。有机会来到波兰，建议来到索波特来了解一下属于这边的激情盎然吧。